泉州，莫怪人车在忧愁，我这等待是要怎承受？世上茫茫，才是大理来。我想讲，你看，现在是秋季时节，兵马已经回家。徛伫这座，到未来兵马会当帮忙的。哦，对哦。让所有的兵将个个都转故乡，徛伫这座，哪里来的兵马抵挡呢？都到一力相见呢。是嘛？不如咱八月十五的时阵再来调兵，你想如何？这段时间兵无兵马，也无。好等八月十五通知万岁，大军到位，暂时阿妈劳顿好好调军，兵勇重用，再来出兵未慢。也不过夫人啦，你想，若是要恢复伊六点一三消息，要命夫人先往美国较适当呢。是嘛？不如叫了六德胜，德胜如何？六德胜。可以，大论真就得胜。虽然身躯变强壮，一片忠心的，推心交代好心，绝对是万无一失。细声有力，内中就得胜真就来了。机关多多万岁，不用。驾，多多万岁。赵长官，重要事情交在你的身上，要派你上神箭往洛安州。但是此事需要谨慎，恐惊万大无见金兵，即款的形状涉老百姓，对你性命不保。我伫咧想交在你顶，即时打扮做乡乡主人，当做普通一名的老百姓，以满众人的礼貌啊！是啦，万岁交代，小人即时去准备。